好的，马超，给他升了几级，这样向汉中。哎，这就直接攻城啊？即时兵系统是吗？谁手机用的兵系统？我看看。老夫击破敌将。手机兵时代啊，那你的手机可以玩，去下载吧，然后买个数字版激活就行了。我有个彗星弹，手榴弹。强袭弹，逆贼马超备主求荣。昨日早已出城，还不快速速打开城门，束手就擒！小的不知情啊，侯爷饶命。张鲁竟然没有领六个人，霸王孙伯父在此，看看他们的数值啊！我去，我去，张广的武力比马岱还要高，厉害！先把张鲁做了，方为丈夫，开个兵爵，哎。我试试我能不能控住一个。方为丈夫，放弃吧，放弃吧，你真的是法正吗？我服了。让公使为乐，妙趣凄凉马梦起，出击卧龙凤雏。我服了，可安天下。你不是法正，根本就。说这炎黄之剑。一枪之魂，枪马行空，一千二，来，哥，没有连环五，阴行诡道，把谁捆住了？把孙策捆住了。穿杨。得把孙策捆住了。兵不厌诈，武将的信念只有正义。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。智力195，谁输出有点高？张广输出有点高，一会儿控他一下试试。先打这个。连环。天火豪风，埋葬吧！杀爆！举报！破防！哦，给他回血。孙策在此领教，兵无常事，兵不厌诈。武将的信念，我需要一个额外的人回血了，我感觉。控控控控。
76%，76%来吧，绿了，可以去试着出手。击破敌将啊，绿了可以中。孙策再次令将领打谁？打这血少的，这边回血。兵不厌诈，敌将的信念只有正义之愿。烧全体吧。这疼啊！剩13，幸亏补了个 AOE。伤敌可怜几百，孙策再次领教，以毒攻毒，方为霸王孙伯父在此。孙策回个血吧。以毒攻毒，方为丈夫。武将的信念只有正义，要取恒生也，可安天下。对面破防御的 buff 过去了，没有了，剩7个人。老夫击破敌将，霸王孙伯父在以毒攻毒，方为丈夫。西凉王孟起出击，要取恒生也。7-7，总攻。敌将击破。制反击，听起来像是那个反侧。天不助我也！啊，进汉中，汉中大呀！哎，这个老头，汉中城内有不少好东西，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。翻，翻翻翻翻，一直往东就是安定。好像领兵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我先拦着管他，我先找东西。泰帝啊，泰帝！先存档，先存档。哎，先心丹，咱们一排一排的翻。7500的练兵值，我是仁义之师啊。防御殿，看看这防御殿卖什么。飞云盔，哇，来5个。有钱任性。哇，蓝色的了啊，这个盔是蓝的。哎，这菜地翻了吗？汉中的装备都非常不错，是吗？我要找白虎斧啊。
陷阱，向将军提供一条陷阱之绳。这没绳啊，打造什么了？大洋芋。换包裹。12000的零哦，很多了很多了。提升150的兵力，150的兵力也不够什么呀。彗星一击伤害提升8%。如果是1500的8%是120。1080，这不多呀。计策成功率提升5%，这个要的。哇，我太需要这个了，我太需要这个了。快快快，哪儿去白坠？哎，我买的什么？行兵书。我太需要这个了啊！武器店。好，有新的弓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斩铁剑双连弓，把这个弓和剑打造一下。好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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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变成锁，变成锁有用有用。凤雏之愿，有新的我记得啊，将门，敌方武将级伤害降低8%，将令。曾经使用武将级伤害提升12%，这个可以啊。命中这个我不太需要，因为现在是长蛇阵，换这个。啊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睡一觉存个档。枪勇的话，我如果有马岱马超同时上阵的话可以考虑。啊，这个秃子是谁？我的天，这是杨怀啊。啊，
我等攻取汉中，消耗过度，望周穆念与黄忠同攻之宜，借调军马三万，军粮十万。行了，咱们往后往回去吧。哦，这个城没有训练所，可以看见啊，没有。再跟他对下话。汉中是没有训练所的。嗯，啊，这边。右边就是安定了，就是去收姜维他们了。我看看啊，升级的情况，一万二，哦，都一万多呢。短期内没有升级的希望。有小伙伴问庞统是不是快挂了？是的，这回可真快了。啊，一会儿攻完城啊，再往前走，走不远，估计就落凤坡了。右边有人，你们说右边有人的时候已经过了很远了，是这个右边吗？啊，回答问题。豪风如何使用威力才会最大？被动五层啊，古墓杖真。打吧，一会儿要攻城，在那个村子睡一觉，然后再回城。正义之锦，击破。五百的经验啊，那还行，大概打个二十多仗能升一级。哇，这路途有点远啊。有武将呢，咱们就不打了，等我自己私下练级的时候再打。这个孙子可以睡觉。然后存档，然后攻城。有三万的猎名点，这样一会儿攻下来城可以。哎呀，不行，一会儿诸葛亮他们就来了，来了的话，这些猎名点都给他们留着呀。
哎，这还有个存档点，离城越近越好，万一打不过呢，是吧？咱们还能独打。哎，让我进城了。好嘞，那我在城里存档吧。我以为要攻城呢。MC 版不是攻城吗？这回还是设宴了，是吧？张路一破。如今荆州兵患又起，我主令我回援。先生可是要借走西川的兵马？正是。兵马4000，军粮10000，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是3000吧？告辞。哦，是不让走吗？为何有伏兵合围？尔等这是何意？吴主早已叛，张松已被正法。邓芝，哈哈，不去。我为什么会被偷袭啊？这不是固定战吗？好吧，我忍了。霸王孙伯父在此。我忍了，我忍了。霸王孙伯父在此。以夺公主。我忍了，大不了加血呗，是吧？兵不厌诈。骑良马孟起，出击。凤雏之愿。西枪之魂，枪马心高配啊，高配是故意晒的那个颜色。说这炎黄之剑，百步穿杨，孙策在此领教。不尝试回血，不厌诈，只有正义得一，可安天下。正义之锦击破墨马吞火烈焰，我去，哎呀，真恶心，喷我一脸啊。炎环烟火豪风，霸王孙伯父在此，公主方为丈夫。骑良马孟起，乐宴出击。骑良马孟起，凤雏之愿。哎，我把血加给谁了？孙策在此领教，以毒攻毒，方为仗。你看清把血加给谁了？兵不厌诈，骑良马孟起，出击。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。老夫击破敌将，能增值自己了。你考虑总攻一波了。
破敌将。快撤，征讨西川。往北进军，直取成都。正在刘备军协助刘璋击退张鲁，收复马超，攻取汉中之后，刘璋见设置想要一网打尽，危急关头，南面不远有伏兵，原本是应对张鲁之用，现我军进军西川前，必先除后患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是回城了是吗？我这小兵的台词还没换，小兵的台词还没换。庞统要挂，那你说庞统的东西我有没有给卸下来啊？什么时候卸？这就是这坑的地方啊。都是电头货，就这把仗吧，把这把仗拿下来算了。是要修那个桥去吗？老夫击破敌将。道具店，买点这个。哎，这里应该是往这边走吗？还是没到这儿呢。看来还没到。买师傅，去哪儿买师傅啊？道具店没有卖。梯田村渡口，他说南面有伏兵是吧？有去南面的路吗？敌
将击破。那儿好像有个关，去看一眼。啊，在这儿有人。张毅，张毅应该不错。我的天啊，名将张毅竟然数值这么低啊，简直不合理啊！哎，我就先干掉他这个军师吧。兵无常势，这法杖怎么几率命中这么低？我是给他加的，买的加那个命中的东西。只有正义，凤雏之愿。灼热炎黄之剑，这个法杖没有控，也没有输出，那只能当奶妈了。霸王孙伯父在此，以毒攻毒，方为仗。仗攻武将的信念，只有正义能生也，可安天下。正义之锦，击破。行了，气满了，可以那个使用。哎，这怎么才连三啊？连三我不能用啊，我就要等到连五啊。霸王孙伯父在此，以毒攻毒，方为仗。兵不厌诈，武将的信念只有正义。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。不知道有没有卖成功。枪马星空丢失，百步穿杨，我这个是命中率乘二的阵型吧，我没摆错呀。哦，他这东西循环往复，五了之后你再加就变成一了，可以啊。一直向北啊、哦、现在才能向北。现在才可以去向北。刚才不行，因为后面有伏击。会心的武器店，五百五不贵。来二十个师傅，哎，刘木杖啊，刘木杖很垃圾，很垃圾呀、啊，比古墓都垃圾。
村砍树。敌将击破。哎，什么没得到？一个朽木，这就去找田庄造桥。我挨个砍一遍。一万五千大军在这砍树，砍完之后什么也没得到。可以，他就造桥的呗。孔明壮士，请看，这怎么孔明跑出来了？这个头像名字使用错误啊。伐木之徒。行了，咱们要过桥了。